连续两首的歌曲啦，很棒很棒，都有进到大家的心坎里，哦，真的，好不好？很好听了哈，所以哈，今天你哦，这些水果你看，那你心里的使用的，那你喝光来这安排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哦，因为今天风比较大，对，所以舞台车没有办法打得很开，是的。但是我们有这个备用方法，哈，等一下我会将后面的椅子把它拿出来。我以为是你要做，我也很想做，我们接下来啊，因为他都有讲过，因为在风宣传的关系啦，对啦，这个安全第一啦，吼。是。啊，所以你那内部的兄，当然那么用的吼，我们这个椅子来代替钢管。对。还有我们前面的大哥、帅哥，那你下面出去。好，现在我们可以往前，你可以再靠近我们一点，没有关系。哪一点？好的，这个很努力在滑手机。好，那个来主持人在讲，我都没有在听。哟，哇，喂，大哥，我敲。哦，快点来。最安全呐。哎呦啦！哎啦，要不跟你聊一会吧，我。我当前上这个可以的，这个去给一下他了，好不好？再让他回出来哈。来，你那时候来新娘兄，赶快邀请到我们的点点带来精彩的秀舞。谢谢秀舞表演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第一位我们的钢管，这个椅子放这里可以吗？还没有角度可以吗？可以的哈。OK， 现场的朋友赶快把握机会，我们第一位钢管辣妹，我们的点点。Hello， 朋友，黄黄金金的来自锦绣。来组的话，那你花这影视传播我们的钢管秀的时间，由我们点点。热情的分享他的心意，留给我们台下的朋友喽。摔得，把握机会。